侍你，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的录影从开始到末了，祝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祝你来带领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因为你是那位良善的夫子。主，我们就是愿意听见你的呼召，主，我们就来跟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领受你所赐的恩惠，并且盼望你的大能的恩手坐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总让我们不致跌倒，不致失望。主，让我们心里面常常存着喜乐的心来服侍你。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疲惫，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主，我们有时候觉得劳累，但是主，我们欢喜快乐的要来赞美你。主，称谢我天父是那位又真又活充满慈爱的神。主，用你的信实的膀臂保守你儿女一切的平安。主，今天早晨我们就在你面前，主，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主，用祷告来献祭。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了许多事情祷告的时候，主，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间，主，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在你面前，主，用他们的祷告也成为馨香的祭，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摆上。主，纪念我们真的是叫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荣耀就要彰显在这块土地上面。谢谢主，我们把早上一切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把我们的主领 Joanna 也在这里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打开我们的心来向你称颂。谢谢主，赞美你。愿我们众牧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主，你圣灵就先来感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献上他的敬拜，向他倾心吐意，来聆听他的话语。用我们这样的祷告敬拜，不是只是在这段一个小时的时候，而是我们常常随时随处能够献上这馨香的祭来到他的面前。是的，我们来向主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的心就是你的宝座，没有任何事物任何人能够吸引我们的目光，唯有你。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向你歌唱。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颜，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颜，
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降临在这里，主，我们渴慕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不让追求这世界的成就抓住我们的心，祈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明白今生短暂，永生宝贵。主，我们何等珍惜你所赐的一切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要全心全意全人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的生命藏在你的里面，也愿主你的爱充满浇灌下来。主，愿你清晨你喜乐的膏油膏抹我们的心，膏抹我们的灵。主，让我们能够安静的来到主耶稣你的脚前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主，献上我们的全心全意全人。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主，每一个早晨就在你的爱的拥抱里，当我们清晨张开双眼的时候，到我们躺卧的时候，主的良善，我们的心思永不离开我们。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知道，主，让我们的眼睛定睛仰望你。我深爱你，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张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我深爱你，我深爱你，请来对主唱，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张开双眼，直到我躺卧，
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主你的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美好爱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我们再度对主说，我深爱你，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再来赞美他一生信实，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你的声音令我经过水波失恋，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良友，一生活在你的良善柔美。再一次对天父说，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令我经过水波失恋，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良友，一生活在你的良善柔美。让我们对信实的神来赞美他，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再来对他唱，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待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柔美。让这段时间成为我们祷告向他感恩献上赞美的时间。能够来仰望你，在黑洞里面我们仍然来仰望你，你的信实，你的良善引领我们，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离开。
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一起来大声的来唱，一生心事对我不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要歌唱，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再大声的歌唱，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向你说，在这永恒的生命中，我们将自己献上给你，为你而活。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在地上连我们所爱慕的，愿你的爱不断不断地吸引我们来献上自己，来跟随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快跑跟随你，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呼召。因为你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圣，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为你，引诱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为你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圣，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归你，
引诱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归你，引诱我主你慈爱与恩典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将我们的心献在你的宝座前。主啊，你的恩典奇妙就尽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你的呼召是确实的。主啊，你说你的爱是超乎一切，你要我们思想那永恒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中。阿爸天父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愿意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候你们可以为你自己来祷告，向神说你愿意。是我们的盾牌，是保护我们的神。主，你是我生命的源头，求你帮助我们的家人和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中能够同心合一来跟随你、侍奉你。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主，我们要在这个任何的光景，我们都要同心合一的来跟随你。因为有我主，你的慈爱与恩典必不离开我们。主，我们要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求你呼召我们，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人，主，但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你而来的。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舍上你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来快跑跟随你。一生
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爱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天父，求你的爱先来充满我们，主，我们说呼召我要跟随，我的心全然归你。主，求你先满足我们里面的缺乏，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深深来吸引。主，我们不是为了那丰富或是为了那能力来爱你，主，乃是为了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主，让我们对你的情感是真实的，不带有一丝的算计。主，我们亲近你，就像你来亲近我们那么的欢喜一样。主，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仰慕我的天父，就是过着如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主，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有那真实的盼望，主，有真实的平安与美好。主，让我们可以为你来征战，为你来打那美好的仗。主啊，谢谢你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你的应许的当中。主啊，谢谢你，主，让我们凭着信心，主，我们就看见在你里面有那极大的盼望。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把一切所有的称颂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我要用很短的信息来跟大家来分享。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三章22-25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是记载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神的慈爱、他的怜悯、信实与他的救恩。我们知道犹太民族因为敌人的入侵，也就是因为上帝所带来的惩罚，遭受极大的痛苦。我们也相信这些百姓呢，他们在那边哀叹流泪也是真实的，也好像我们现今活在一个困难和疾病的当中。我们常常觉得，主啊，你是不是不赐福给我们呢？好像我们活在困难和疾病的当中，主啊，我们是这样的无奈，我们是这样的辛苦。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是否面临如此的哀痛，但先知在这样苦难的里面，他仍然相信上帝是慈爱的神，在他里面有怜悯，所以他向神祷告。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必会施恩给他。 Amen。 是，我们知道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讲到，神的怒气不过是在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相信神的慈爱，他的信实天天是更新的，是新的，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如果你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奇妙的作为，每早晨都是新的，那么你要赶快追求，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用你的膝盖，用你的祷告来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感受到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吗？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紧紧地抓住神，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第二，你要相信神有恩典，所以你每一天都要用感恩的心来活着。你今天起床就要开始感恩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活着。我们为着我们还可以呼吸，我们可以活着，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感恩的人生会带给你极大的恩典，神迹就出现。不是埋怨的，是用感恩的。感恩的人生叫我们身体健康，因为是主，是主他在你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感恩的人生叫我们充满了盼望。是的，所以耶利米呢，他对神永不止息的怜悯，他表现极大的信心，知道未来一定有盼望。未来神说你要回到耶路撒冷，他的信心就是如此的相信。所以我们在困苦患难的当中，一定要对神有信心。没错，神告诉我们，等候神的不至于羞愧，相信神的在他里面有丰盛的慈爱还有怜悯，因为他的良善永远伴着我们。 Amen。 感谢神。是的，这时候我要向兄弟姐妹们啊来说，我们来一起宣告。我们宣告怎么样？当你愿意宣告主的圣名，你奉主的名来宣告说，你可以得着神的应许。用你的信心来宣告，神是垂听你祷告的，他的恩典必要与你同在。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举起你的手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慈爱是永不止息的。主啊，我要仰望你。主啊，我要等候你。因爱我的神必恩待那等候寻求他的人。主啊，我的心归向你，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将所有一切的困难挪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赐福他自己的话。 Amen。 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在我们这几天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Rick Johnson 跟 Eunice 这对夫妻。Rick Johnson 他在从小在南加州长大，他在1979年，他18岁的时候去到了这个Amazon， 他去探险的时候，他就决定一生要在那个地方来宣扬神的福音，来传扬耶稣。
那他在那里服侍那里的原住民啊，当他在墨西哥的 Tijuana 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认识了在当地一起服侍的啊，这个 Eunice 高，他就是我们啊这个啊台北教会创办人的之一的高吉乐牧师的女儿。他在那个地方啊，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就留在这个啊这个 Amazon Venezuela， 在那个地方一直宣教到现在，求神保守他们免除各样的疾病的攻击，包括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攻击及他们需要的药物能够不间断，有更多的当地的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献上感恩，看见主这一对的从年轻开始就在埋在那个深山里面，埋在丛林里面，在那里服侍你，在那里为你的福音来努力来打拼，愿意把那个福音就传给这个南美洲当地的这些土著们，使他们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改善生活，能够为他们的生命付上代价的 Rick Johnson 跟 Eunice。 主啊，我们这是为他们祷告，主求你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在那个物资极为缺乏的地方，主他们仍然为你舍上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献上感恩，所以求你带领他们在这一段虽然有疫情的时候，主他们所要的这个资源药物，主从不短缺，主你看过他们在那边的日子跟生活，主让他们在福音的上面为福音所摆上的，主你都来纪念。主啊，谢谢你，主让他们也成我们的榜样，主我们不仅好像看见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为着土人的缘故啊，把福音传给他们，主也再次感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主我们真是愿意来传福音，我们真是愿意来跟随你的脚步。主谢谢你，谢谢你与 Rick 与 Eunice 同在，使他们在每一日的当中，主知道主你在他们身上从不缺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为着今年2021年、我们即将要在三月开始一直到五月，在我们洛福教会能够兴起超过十个幸福小组的这个触外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小组我们就是为各个幸福小组的同工来祷告，我们也为了 BEST 的邀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主啊，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周末，主我们看到有超过将近1500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线上参与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研习会。主啊，我们看到有来自北美、加拿大，从亚洲，主啊，甚至有从印度来的这样的一个主内的同工，他们对福音渴慕，主啊，他们愿意再一次被你的更新，主啊，我们线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说，主啊，你的教会洛福教会是一个充满你恩典福气的教会，主啊，我们何其有幸能够成为这次的研习会的主办教会之一。主啊，我们看到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其他的教会，他们听了研习会以后，他们的心被翻转，主啊，他们愿意，主啊，再一次回到主你恢复他们的呼召与使命，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却不愿意做，但是主啊，我们何其有幸再一次说，主，我们的洛福教会是愿意再一次回到你的使命，把福音，把传福音，主啊，看成是使命的教会。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传福音不是只是一个教会一个事工而已，主啊，传福音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主啊，是给我们一生的呼召，主啊，是我们到死都要做的事情，主啊，不是我们想做才做，主啊，当我们不想做的时候就不做的事。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求主你来恢复我们，主啊，恢复弟兄姐妹，主啊，从天上来的呼召，主啊，恢复我们的使命感，主啊，恢复我们对那些失丧灵魂的怜悯的心，主啊，恢复我们的爱，主啊，兴起你自己的教会，主啊，原谅我们，我们只愿意只有十个幸福小组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说我们，主啊，不愿意只是如此，主啊，我们洛福几百人的教会，主，愿你兴起一半以上的人
再一次的恢复到主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对灵魂的思想主啊有负担，看到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的邻居，看到我们的同事，主啊不将我们的眼光只在我们的经济的困难上，主啊不将我们的眼光只在我们的这个儿女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眼光再一次恢复到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上面，主啊原谅我们的信心太小，主啊原谅我们的信心太小，主啊你恢复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再一次跟随主你自己呼召愿意做你门徒的教会，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来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们祷告，请问教会的我们的牧者长职还有辅导主席小组长以及成人还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我们来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你兴起我们这些牧者长职辅导小组长主席还有众多主日学的老师来一起来服侍你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他们手中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愿意分别这样的时间来服侍你自己的身体，主我们献上感谢，恳求主纪念我们这些同工他们的辛劳，真是保守他们主有健康的身体，保守他们有出入的平安，特别是在这疫情的期间，主你真是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安全，主更是你赐福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主让他们每一个人家庭里面主跟人跟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平和的，主我们又感谢你让他们手中所做的工尽都顺利，主我们恳求你兴起主你自己就在教会里面这些同工，主啊让我们什么事都做，什么服事大大小小都做，但是主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就是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因为你呼召你自己的教会主要在这世上做光做盐，把你自己美好的福音传到地极，因此主啊我恳求你兴起你自己教会的这些的牧者主啊长老者长老辅导主席小组长执事这些成人主学老师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在我们这个做所有的服事的时候主啊心中都以传福音为念，主啊不论如何就是将人主啊丰丰富富的引导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主真是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没有只光我们服事在我们你自己的身体里面，更是让我们主啊向外去，主啊因为你告诉你自己的门徒说要去，主啊让你自己的教会是一个走出去的教会，主啊每一个人都兴起，每一个人都兴起为你把那福音传到地极，我们恳求你主啊让这个教会主、啊、充满了那传福音的热诚，主、啊、充满了那传福音的氛围，主啊当人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你自己的同在就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应许，当你自己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主啊是当他们去使万民做你门徒的时候，是当他们是奉你自己的名来为人施洗的时候，是奉他们奉你自己的名主将你所吩咐我们教训人的时候，你应许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因此当人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因着这样子传福音的氛围，我们就确定神你确实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恳求你转变你自己的教会，主让你自己所有的身体都定睛仰望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都单单服侍你，主恳求你这样子的福分赐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将你自己的福音传扬传遍直到地极，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要为肢体祷告，为你所知道身体欠安的兄弟姐妹们祷告，求神的医治临到，恢复他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知道在台语堂的有那个李松杰医师仍然在医院，求主特别的怜悯他所以这时候若是你知道你身边有人生病的，因为我教会没有全部都知道，但是知道少数的我们可以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但是其他的你知道的你也可以在你的家中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这时候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相信
主，你的怜悯是直到永远的，所以主啊，当我们祷告，主你都垂听，你也会眷顾我们身体肉体上的需要。所以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再次将李松杰医师仍然在等候神的医治，他现在在 Garfield Hospital， 主啊，求你啊，就在他病床上来服侍他，你给医生有智慧有能力来医治他。哦，主啊，我们已经向你恳求很久了，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奇妙的，哦，当我们仰望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就临到。感谢主，赞美主。主啊，我们为着蔡弟兄他跌倒，到骨旁伤道，已经手术回家，主你赐给他平安，在恢复的当中有神的同在陪伴着他，让他快快的恢复健康。主，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许多兄弟姐妹们他们面对癌症的治疗，他们也在等候神。主啊，求你恩待他们，主啊，你恩待他们，他们就可以得着医治。主耶稣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有人他们在困难里面仍然寻求你，主啊，他们的生活面对困难，主啊，你要与他们同在，主啊，你替他们挪去所有一切的困难，因为你是眷顾我们需要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为你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圣，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拥有我主你慈爱恩典，不离开我。是的，主，你不会离开我们。在月初的时候，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的教会要来亲近他，神也呼召到我，我是要进入神的密室里面。哇，那是很奇妙的经历。我是很会睡的人，但是神既然叫我清晨五点要起来，当然第一天第二天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当我的心愿意的时候，那个起来就成为一个喜乐，我竟然可以起来。可是因为最近这个周末，哇，太忙了，从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才睡觉，连续好几天，真的有点累了。今天我跟神五点半要起床，我主啊，还想睡耶，六点半勉强起来啊，赶快祷告，祷告的时候竟然睡着了啊！眼睛一张开，哇，快七点了，我要赶快准备要来教会。所以那时候呢心有点急了，然后我跟神说，主啊，对不起啊，我真的很累啊。但是神慈爱，他说，孩子不用紧张，你不用害怕，因为我求神给我话，他意思就我陪着你。
你就勇敢的去。感谢主，我真的每天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真的每一天神给我的话是新的，真的每一早晨神的恩典神的话是新鲜的。而且我把这个神给我的话，我们晚上每个晚上都有祷告会，我就给我的同工，我们就一起祷告，真的是太奇妙。今天神说我呼召你，我呼召你，神的呼召是每一个人的哦，不是某些人哦，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然后昨天晚上我们祷告到分别为圣，所以这首诗歌刚好是我心中想要说的，分别为圣。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心是否在疫情当中，你的心也是分别为圣的？再来，主说分别为圣做什么？来，来跟随我。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到那永恒的生命，大概是年纪越来越老了，年纪越大了，想到我快要见主面了，我想到永恒的生命。在年轻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当你知道说我不知道哪一天要见主面的时候，你是否要预备好你自己？主今天呼召你跟我，就是来跟随主。最近我们听了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来跟随主，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感谢恩主，你心中有感动吗？若是你有感动，你跟神说，主我愿意，虽然我做不到，虽然我起床起不来祷告，只要你愿意跟神说主我愿意的时候，神都会在你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事。 Amen。 只要信你就会得着。我相信神已经在我们教会松土，然后做奇妙的工作，这是值得我们兴奋的事情。感谢主，你一生愿意为神献上你自己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你跟说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做不到，但是圣灵可以帮助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呼召是真实的，主你呼召我做什么？主我要跟随你，我愿意匍匐在神的面前，主我要把一天的时间分别一段时间，哦，是跟神密切在一起的。主啊求你每天向我说话，主啊你向我说话，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主我愿意献上我自己，让神来使用。主啊要做幸福小组不是我能够做的，但是神啊我愿意把我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名单都放在主的面前，我要每天为他祷告。主啊我要为他们祷告，主你就兴起，你兴起，当我向他们这个邀请的时候，他们心中就愿意。主啊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施恩怜悯我，主啊你给我力量，圣灵充满我，哈利路亚。跟神说，主啊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是我有能力。主啊这个能力从你而来的。软弱的要起来，你还在软弱的要起来。奉主的名跟主说，我不再软弱。
主啊，我不再软弱，我可以起来，我可以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用你的光每天照耀着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哦，主啊，叫我们跟随光，主啊，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的生命能如此独特，分别为生，因为你我有永恒生命在我心，一生为你。你所赐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我的意义在于你。一生我为你献上，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爱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是的，圣灵来充满我，我必定会跟随，是我愿意，我心全然为你。哦，主啊，我愿意，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不离开我。全然相服于你，你的同在，你的同在，你的圣灵的大能，充满了这张的双手，全然相服于你，来领受你的大能，你的同在，你的大能，祝我全然相服于你。我全然相服于你，一生我愿为你献上，请王牧师，我心全然为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愿爱你的主与你同在，永永远远与你同在。你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在安慰着你，并且他要为你在你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你要向你的敌人来夸胜。你要经历，虽然走过那流泪谷，但是神要带你到丰收收割的地方，你要经历那收割的喜乐，不是你所栽种的，但是你却要经历那收割者的喜乐。你要经历你往前跑，就仿佛跑到活人跟死人的中间，站在那个地方，那咒诅就停在那个地方。你要经历将人从黑暗中抢救出来，
进入光明的那喜悦，你要大大向主来张口，因为不是你能做，而是神能，不是你能做，而是神能。大大向神张口，神必要大大充满，超乎你所求所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同在，天父的慈爱浇灌你，还有圣灵的大能你必经历，圣灵的保守安慰坚固引领时时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一生一生我愿为你献上，我心全然爱你，高举双手恳求我的主来充满我，呼召我必定会跟随，我心全然为你，因有我主你慈爱与恩典来充满我。愿神祝福你，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到这个地方，阿们。